not sure.知道下届我老头子了，哈！哈！哎！你们这么兔崽子，浪费呀！可乐能做美食啊？哎呀，你说真浪费，我笑废除了。可乐除了能喝，还能做什么美食啊？哎呀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每天一道家常菜，可乐也能做成菜。今天呢，明叔要做一顿花式的可乐美食啊。视频的结尾呢，有详细的菜谱，记得点赞收藏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第一道可乐鸡翅。道可乐卤鸡蛋，来，可乐鸡翅，可乐卤鸡蛋，哇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还错吧？还以为什么呢？不就是把可乐当调料吗？小了，眼界小了，还有大招。第三道可乐培根蜜饯。第四道可乐布朗尼。怎么样，花式可乐爽不爽啊？爽！米叔，我突然想吃花式巧克力了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去买。哎，米叔，买的不都是现成的吗？你有本事自己做呀！哎，你难得住我，只要这个视频超过10万点赞的话，米叔啊，下期自制空气巧克力。好。